Hello， 大家好，我是潘大帅，欢迎收看本期大帅观战，来观战一把兔子的速闪，咖哥的前锋，先知机械。哟，这套阵容插眼速闪好打啊！这套阵容插眼速闪还挺香的。一个丢闪，如果能丢得好的话，就在附近的话，哎呦，血，那基本上已经是奠定了一个都不是平局了，我感觉都奠定了一个偏三的局啊。平局应该是起步了，这个阵容上来找到先知啊，当然找到界师可能会更好，找到先知已经不错了。然后这边压住，对吧？张狂实在不行，张狂开技能摇铃，最好在张狂之前技能好之前，能把这先知的鸟给骗出来，对吧？如果能骗出来，哎，这边哟，这先知走位还可以，回忆，哎，丢闪封走位，跟过来，那这边一个蓄力刀打鸟，进板，蓄力刀，以为会抽板。啊，以为会下板，这边抽了一刀没打中。张狂开了技能，这边是有眼的，先知这个点绕的还不错。有一说一，先知这波的牵制还是不错的。第一波嘛，没办法，那个地方他不可能翻，翻了万一人没了，对吧？成为了罪人。哎，这牵制可以啊 ，nice， 没戏。丢伞这里是没有带一个风窗啊，再丢伞，好。先要打一刀，他先要打一刀，你要紧掉好，然后再丢伞切黑摇铃带走先知。那整体上的一个追击时间，哎呦，刚好就在快反应，整体上的一个追击时间应该是要比一个刚刚预想当中最好的节奏要慢了大概30秒到40秒的时间。那这样的话，求生者这一波前期由于先知牵制的好，那么第一波求生者的一个电击就快很多了。这边过来应该是顺势把这个娃给打了，然后下一个丢伞，这边娃有反应，难了。这把穷者做得很好。当然，就算是这边的先制牵制得很好，这边戒师反应也反应到了，娃娃这边也没有白给，对吧？也是拖了蛮久的时间，但是归根结底是一个速闪的优势局啊。就算前期抓人没那么快，但是没有用啊，没有用。大家相信我，这一局大概率是速闪保平人生。之前的话，如果说能够快速击倒先知呢，基本上是一个赢的局。但是现在的话呢，就是一个保平人生局，差不多的，不会差特别多。就速闪，它有非常非常多的那个机会来打这套阵容，而这套阵容越打到后面，它的一个续航能力越弱。啊，娃娃打掉了，然后球前方的球打掉了，铲子交掉了。哎，这边防一波撞救。镜头给到卡哥，卡哥说：“我才不撞救呢，我把他的屁股撞满。”丢伞找先知，找到了，肯定是抓的，这个先知是一定会抓的啊。这边吸魂吸到，然后往前追，无法交互，蓄力刀一刀带走，换一个先知不亏的。有一说一，这先知的走位真的不错，这块板子顺势踩掉，这边可以吸魂追前锋了。看见戒师也可以抓戒师更好，二挂戒师一刀漂亮。哎，这波节奏比我想象中的好，我还在想呢，这边要挂先知得怎么挂，前锋在旁边干扰，这边看到戒师直接 转手来抓戒师，再把戒师挂回去，前锋的电击这边倒是能点开，差最后台电击，守门人这边修，哇，这最后的电击差那么点了。那开门战一个上挂飞的机械，一个没有搏命的前锋来救下机械速闪，这里的话他得要封门，不封门有点难。管电机也行啊，管电机也行，但是电机真的差没多少，已经好了。拉球，这边丢，切黑摇下来，直接打好电机，点亮是不是有摇铃？有摇铃。摇铃摇完20秒传送，穷者这边是没有贴门的，所以说速闪还有保平的机会，真胜的话待会儿再看。这个铃没摇到吗？不挂了，感觉门来不及了，他这边要先过去抓这里的先知丢伞。但是刚才那边好像没有插眼呀，我记得没插眼的话，这机械是有自己的。前锋点门，那守门人还有个搏命在手上。哟，这先知吸出了只鸟，这把这先知打的也太好了吧！门应该已经开了，守门人这边交铲子来帮忙扛刀了，这里只能是留一个了。
先知门开了没有啊？门还没开吗？戒师也教自己了。门开了呀，门开了，为什么刚刚先知不走？感觉这先知有机会能顶着这个鸟出门的，他可能是怕住在往门里面丢伞，然后切黑一阵，再把自己打出来。守墓人可以不走的，守墓人这边还有一个铲子，而且手上面还有薄命，要把守墓人先赶走。对，这守墓人一定要赶走，但是这边过去守墓人可能会看见先知了，先把守墓人赶走吧，这前锋暂时摸不起来的，戒师的位置也不清楚。好，守墓人这边盾铲，想强摸前锋，挽留时间已经快要到了，还剩下大概不到20秒了。丢伞，封你，你敢进？你敢进？你敢进？摇摇摇摇摇摇摇！哎呦，这个先知打的是真的有点好呀。戒师也进去了，这边再擦一个眼，然后要把前锋挂上，前锋挂上，守墓人这边来救了。这边守墓人拖，要拖一个前锋的自己，前锋一波拉球走，感觉是一个三跑。这把只能说这个先知打太好了，这个先知打真太好了，但是也不是说完全没机会，因为这边都交自己了的。前方拉一波球，这波球拉到交互点，跟过去，前面往前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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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走走，封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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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板一刀 ，nice。先知这边应该有队友来摸了，要走了，来了，走了，走了，走了。这边没有丢伞，没有丢伞，先插一个眼，再过去还能封，还能封，看见先知的一个位置，还没结束。这把速闪其实开门战打的已经很好了，比我想象中的要好，就是上帝视角可能都没拿他打得好。摇个铃往前绕一刀，漂亮，把人全赶走，平局。哎，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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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一刀把人赶走，两个人都叫自己呢，这把能打成平局不错了，能打平局不错了。哎，好精彩的一局，但是怎么说呢，没有我想象中的结果。因为想象中这套阵容其实打一个速闪是比较难打的，抓先知抓这个机械都是比较好抓的。那我们可以看到戒师其实抓的还是比较快，但是就是因为这个速闪啊，不是这个先知，这个先知牵制的太好了，完美牵制。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